姐姐，你知道这是谁的恐龙蛋吗？火山爆发了，我们的宝宝不见了。啊，恐龙妈妈的宝宝不见了，你们有看见他们的宝宝吗？我们一起去找找吧。小萝卜丝们，你们发现恐龙宝宝了吗？哇，我发现了一个恐龙宝宝，它的妈妈在哪里呢？哦，它的妈妈是谁呢？我是它的妈妈。哇，原来是鸭嘴龙妈妈的宝宝，太好了。你有没有发现其他的恐龙宝宝呢？啊，我发现了一个恐龙宝宝，它的妈妈在哪里呢？哦，谁是它的妈妈呢？我是它的妈妈。哇，原来是三角龙妈妈的宝宝，太好了。你还有发现更多的恐龙蛋吗？哇，我发现了一个恐龙宝宝，它的妈妈在哪里呢？哦，它的妈妈是谁呢？我是它的妈妈。哇，原来是雷龙妈妈的宝宝，它的脖子好长啊，快给它点个赞吧。请看下一集。